这个地方如果真的是被买下来了，那整个部落在发展生态社区、生态部落可能会切这一块啊，切一块啊。那你们不简单的，在布农族来讲，如果有朋友来，或者我们到一个山顶，刚好有大冠就在叫的时候，你表示欢迎哈。那在美国印第安人的时候，有乌鸦在叫，赶快回头，每种都不一样。所以你看他们很欢迎哈。所以我们的副座马上要升官了，还好，各位哈，现在所站的位置是属于海岸山脉，那么呢，我们原来的旧部落是对面中央山脉，那这条河里是由北二南到台东市出海，是北南西，那这条河里有西而东变宽，好像堤防是新的，在八八水灾的时候，冲击很大啊，那你看，这个河流哈，本来是弯来弯去的哈。是我们人以河争道，绝弯几直。我们老人说，河里是有记忆的，不管多久，他想念的时候，他还会走他曾经走过的路。所以小林社区是不是河川新水区啊？或者是嘉南部落是这样？那从南投的神木村也好，丰丘，那很多人后来的在河床种葡萄种蔬菜。很多原住民就一直在笑说，哦，那个不怕死的，反正很有钱的，冲几次都没关系，因为很多原住民知道那个河里是常常被冲刷的，我们不敢做多少多高的堤防，河床会上升，我们叫河床会死呼吸，像我们不能，我们把山当成是爸爸，山，他的个性像爸爸一样，有时候有威严，有时候也很慈祥，很温柔，这个山是卑南族的圣山。不是剩下的剩，是圣山哈啊，那后面是那个海岸山脉啊，也是太平洋。那河流我们称为妈妈，山河之间孕育出我们族群的生命啊。那这个地方将近八甲的土地呢，其他的地方就是八分之七全部休耕，保持原貌，只有一甲左右的地方呢，我们盖了几栋我们传统的房子，布农族的房子没有雕刻，使用。你看那破破烂烂，没关系，再重做。这上一次是副座来做，现在就是换这位帅哥，或者是我们的小孩子会参与，也是一个传承。那你们也很少哈，你们常常就在冷气或者上班哈，身上偶尔流汗，流汗是一个排毒，对身体非常的很好。那我们的身体如果说很热，突然去吃冰或者是吹冷气，实际上不是很好的。刚才你看有自然的风，所以像这样灿烂的阳光，或者是那么很好的 feel 哈，在别的地方也是找不到。是这样。对不起，我脚很短，抬起来一下。我照一下。那我万万想不到，你看了、你们后面的这安南眼麦番石。那麦番石上面有白点的，那个就是良好的那个菌哈，表示这边的空气非常的好。这边的水质怎么煮都没有石灰。刮一刮回去可以当过滤的。那日本人以前骗那个台湾人就说要买60公分以下的石头，看一下会不会，他们要做成什么填海的。实际上他们是做沥水池，甚至他们做蓄水池，或者是做那个生态池，他们很想做生态池这样哈，那是过滤水最好的 ，OK 是这样哈。那么你们来这里，我还没有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们布农族两句话一定要学一下，你好叫做咪呼咪上，咪呼咪上。迷糊迷上，如果你们会忘记它，叫迷迷糊糊迷上。迷糊迷上是吧？谢谢，叫做乌尼朗。你会忘记它，电信歌了，跳舞那个舞女。乌尼朗啊，乌尼朗，各个族群的不一样，有全世界一个打招呼世界型的阿罗哈，那个夏威夷的都不一样哈。Hello。这个也是世界级的哈，立后还没有，所以都不一样哈。那等一下呢，我会在那边，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迎宾仪式，我们烤山猪肉，还有小米酒、猎人的苏跑，建议一下，苦肉桂、甘蔗、生姜熬煮的养生茶，还有小米酒哈。等一下我会拿过来，所以请副座哈，就在那个地方带各位哈，跟舅舅说。迷糊迷上，我才把礼物给你们。Let's go。